能否放弃朝九晚五的稳定生活，投身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去？虽然疫情之下，花卉电商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，以令还是毅然决然地把这份初见成效的事业向前推进。城市电视星期五播出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新风采是由新民航深融燕窝药材行赞助播出。